Hello，大家好，我是大补铁小编。那在二月十二号，韩版的这个改版呢、啊，可说是非常大，大到爆、哦，大到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篇章啊！好，虽然说有一些故事可能没有像呃神圣剑士啊这些新职业推出的时候那么精彩，但是这个高阶妖精啊，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就是世界树哦、啊。这一整个下来，我们看一下更新内容哇，总共这边。 啊，零零总总也加了列了快二十项啊！哦，这个二月第二个礼拜更新，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讲吧。首先第一个是妖精的改版哈、哦，那妖精改版其实小编有在另外一个影片里面啊、哦、有讲到比较详细的哦，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暂时我们就先跳过，我们直接讲后面的这个重点哦。首先是第一个啊、哦、，TJ 的优惠券哦，那这个的话，它是可以让你从这个。 啊、哦，开服到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九号的十点啊、哦，之前冲爆的武器装备呢，都有机会来恢复。然后他这边有这个时间哦，是二月十二号到二月二十六号啊、哦，这段时间这个是他的这个活动了啊、哦。那这次的这个 TJ 优惠券呢，就是装备的哦，后面还有一张哦，后面还有一张，来再来职业的一些调整啊、哦，首先是骑士的部分推出了一个猛力冲击的专家。 哦，那他是说释放的时候可以捕捉目标对象。那猛冲原本是缓速嘛，哈，那他现在改成是捕捉哦，应该是直接把人家套牢了哈，应该是直接套牢了。然后再来枪手的部分，这个应该是因应用妖精的改版哦，可以随等级提升攻速哦，跟妖精一样。然后下面这一招啊，原本是它是技能改版了，原本是破坏大地屏障，呃，因为大地屏障改成这个大地束缚了嘛，哈，所以它同样这个把它的破坏啊，把它改过去以后变成。 破坏大地束缚，好，枪手是改这样子而已。然后神圣剑士的这一招叫做神圣回复的光烈术，它调整的是最小的这个发动几率啊，应该是往上调吧，我在猜啊，往下往下调就没有意思了哈。然后再来这个大家很重很很重视的哈，这个职业的转换，你只要是七十五级以上的玩家就可以购买，而且它是说你可以转成骑士或妖精，好，但是没有说什么职业才能转，但是这个的话它有限定是每个账号只能买一次。 好，那你买完这个之后呢？你可以做成这两张，随便你看你要转妖精还是转这个啊骑、呃、士都可以啊、哦，但是要注意一下啊、哦，它这边有写哦，赐福是限量哦。如果是妖精的话，每个赐福是限量一百个。好、哦，所以这一个呃，只有一百个人可以转高阶的这个妖精，那只有一百个人呢，呃，只有五十个可以转成骑士哦。它这一次是有这个限量的，呃，相当的特别啊。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八十八级就是高阶玩家的这个奖励啊。那他这边有提到一个是英台萨的这个祝福啊、哦，它是应该意思就是说，呃，英凯萨的这个消耗量会在降低哈、哦，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再来，他会开一个特殊的符文的这个栏位哈、哦。那现在应该是标记成问号那一栏哈、哦，就是在你的装备栏里面。然后再来，之前很多玩家提到呢，是这个沉水好、哦、沉水沉水的话，你只要是八十八级以上的玩家。 好，你就可以用盛水了哈，你就可以把盛水呢放进去到你自己的自动使用里面。好，那台版的话，因为我们外挂会自动盛水嘛，所以台版这個玩家对玩家来讲比较没有什么影响啊。然后再来额外的这个你的能力啊，啊，这个还有你自己的能力，它的上限都会提升哦。不，这个好有点像是恶魔果实，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名称。那再来有一个地方哦，就是。 还有这个技能命中的增加，然后还有这个神话级的啊视频，神话级的印记，还有神话级的技能哦，这些应该都是在你的一些等级奖励里面会再送给玩家啦。那大家应该没有忘记哦，九十级会保底给一张这个纸变哦，所以这个是一定有的。好，然后再来第六个更新哦，就是推出一个叫做守护者的系统啊，那你。 可以把它看成是纹样吧，哦，大概啦。哈、哦，因为它这个是拿这种画面上这颗石头、哦，它叫做它叫做守护石，好、哦，它叫守护石。那这个守护石用放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解锁解锁、哦，去解锁这一些对应的这个能力。好、哦，那你每一个账号，它意思是说只有设只有一个角色可以设定成守护者，所以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你的本尊吧，哦，就设定给本尊这样子。然后这个呃守护者石头呢，它可以这样做。 好，那两张的这个祝福卷轴，然后再加上一百个的这个宝石，啊，就可以制作出来。但不知道是不是几率啊，不知道是不是几率制作啊，这不知道。然后再来下一个就是这个变身娃娃合成保底哦，但这个小编也有另外拍一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简单来说就是合成失败二十次就可以确定哦，保底一张。好，那变身跟娃娃都可以啊、哦，这两个都可以啊。以前本来只有公告是变身嘛，现在娃娃也可以了。 然后再来傲曼之塔的这个改版哦，它现在改完之后呢，变成是一个世界化，就有点类似我们阵营战或者是拉斯塔巴德这样子。那改版完之后呢，这个傲曼之塔变成所有伺服器的，只有你这个组别的玩家都可以进去挑战。那里面的这个宝物也更好，让大家可以在上面可以更加的这个厮杀啊，杀得更愉快这样子。然后再来下一个，这个是傲曼之塔的活动哦，就是。 你可以进去，然后挑战里面有一只蛋糕哦，但是应该是小怪而已啦，或者是小 boss 这样子，啊，你把它干掉之后呢，它就会给你这个呃蛋糕什么,什麼箱子，好，那这箱子里面可以开到这些东西，好，那当然也有机会去打到这个英雄到传说级的这个装备哦，有机会去拿到。那这个活动的话是二月十二号到二六，所以是呃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好，再来下一个，哦、这个是情人节的活动啦，哦，台湾没有诶、欸。 好，情人节活动，你在商店里面呢，花一千金币哦、喔，你就可以去购买这个项链。那它的项链的能力写在这边：防御减二，2, 力量敏捷智力加二，2, 然后对，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加三趴的哈、喔。好，然后这个是六十级以上玩家才能参加啊、喔。好，然后再来这边，我们刚刚讲到有第二张的 TJ 优惠券嘛，就在这边了哈。那这一张的话，它是属于变身的哦。签到到三十五天的时候啊，它会送你一张哦，这个是变身的，所以。 在三月底吧，哈，在三月底左右你就可以拿到这一张了，哈。好，那这个一个月，然后再来新增的这个变身哦，很多哦，很多哦，这个列列不完哦，一二三，总共紫变的话是五只，红变四只，蓝变六只，绿变三只。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哦，这个日版的失学少女啊跑出来了啊、哦，这边也有啊、哦，这个这两只好像都是日版，现在应该都看得到吧？好、哦，失学少女哦，那这个是我给它取的名称啊，然后这边有一只。 新的死骑又跑出来了，这一只叫去黑的哈，去黑漆黑哈，漆黑的死亡骑士，哦啊，这个很像吕布，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这个如果以前有玩过这个天堂的，好、哦、后后面的版本应该都改到这一些，好、哦，然后你看一下哦，蓝变的部分，它这个其实是精锐的那个侏儒，侏儒那一个系列的哈、哦，然后再来这边哦，这边我就不认识了，这个应该大家知道，以前的齐炎王，呃，盗贼啊，盗贼王啊。 强盗王哈，然后再来娃娃也有新增哦。娃娃总共是两紫娃、四红娃、四蓝娃。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新增的呢，全部都是 boss 啦，哈，全部都是 boss。这个是不死鸟、哦，啊，这个好像是杰罗斯吧，啊，然后这个红王、绿王这个、也很明显啊，这个是以前的齐天王哦，浮士德哦。啊，这个解析度最高的哈，这一只叫做大脚马哟 好、哦，蜘蛛树精，诶，蜘蛛也，这个也是蜘蛛，诶，不对，这边应该有一只是那个那个奥塔的那个蜘蛛啊、哦，然后再来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啊、哦，就利卡温啊、哦，好，再来第十四个更新哦，新增这个传说级的道具啊，这个看起来就是套装了啊、哦，这个、全部都是蓝紫色的、哦，啊，紫的套装，然后再来一个英雄级的饰品，这个叫命中之戒哦，那详细的这个说明这边还没有哈、哦，那这次也有推出。 这个移民，然后再来，呃，顺着这个，因为有妖精高级妖精的开放嘛，所以当然会有一些充等包。那这个充等充等包，其实跟台版目前我们新职业的充等包一样，都是给你一个高级任务卷，然后一个包月，好，然后一个这个里面是什么？哎，魔法娃娃卡箱哈、哦，魔法娃娃卡箱，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殊的成长戒指哦，这样特殊戒成长戒指这样子。 哦，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第二个的话，当然主要就是卷轴啦。那还有这个龙之圣水，哦，这两个都是充等用的。然后再来下面这个就是组合包，好、哦，装备的组合包，这个也是充等，呃、算是新手用的吧，啊、哦，给新手回归用的啊、哦，那回过的时候用的。好，然后再来我们看第十七个，韩版现在好像都这样卖了，然、哦、后这个这个叫做斯利安，呃，不对，漆漆黑的死亡骑士变身卡跟。 不死鸟的娃娃卡组合包，哈、哦，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让你有几率去抽到这一只，或者是抽到这一只，好，那如果之前你有看过韩版的那种叫做《憎恨的死亡骑士》抽卡包，其实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哦。你可以从这里面，呃，去抽到这两只，但价格呢，应该是可能是两千钻，一千五到两千钻之间，哈、哦，这个还不确定，这个要等详细的资讯出来才知道，大概是这样了啊。 就是给你有一个几率去直接拿到这样子哦，现在都这样子出啊，很贵啊这个东西。好，然后再来下一个呢，下一个呢叫做闪亮的守护石啊组合包哈、哦，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颗哦，叫能量守护石。好、啊，它里面给的就是守护石三颗好，然后祝福赋予卷轴呢，各给你两包都一样，都是给四张四四张还對,对对，然后再一个给蓝变哦，一个给蓝娃哦，就是这样子，它这个组合包就是这样卖。 好，然后再来第十九个，这更更新真的很多啊！哦、这个叫做斯蒂安的嗨组合包啊、哦，那一个是变身，一个是娃娃，里面给的东西很多哦。我大概念给大家听一下：龙1一百个，然后祝福一卷轴一个，好、哦，斯蒂安的名誉币，左边这包的话就给变身，好、哦，名誉币跟变身的这个箱子，然后在斯蒂安的变身制作出。 换能时也补充宝石，龙之珍珠三十颗，然后战斗卷十张，两百万金币。那右边这边雷同哦，右边这边雷同就是它的这个变身币改成娃娃币哦，就是箱子啊，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最后这个应该不用讲了，台版就有。了闪亮的布拉布拉布拉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卖你钻的，里面可能八百九十块，然后里面啊一千两百个龙钻，再加上这个最高级的抽卡，就这样。哦，那这一次韩版的更新的这个内容哦，真的相当的多啦。那推出的视频。 也真的是不离不弃哦。那上面其实主要是这个职业改版，然后再加上守护者这个系统，还有呃变身娃娃保底的系统，好、哦，然后再来是一些新的装备、新的娃娃哦。那他这边没有提到的是没有新的卡池哦，这边变身娃娃写出来之后，他没有写到新的卡池。好、哦，那这些娃娃变身怎么取得？目前都还不知道。 啊，那详细后续如果还有什么更新的话呢，小编就会在影片里面再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韩版最新的这个消息动态的话呢，别忘了右下角的订阅要记得按下去哦、啊。如果有重点的话，小编随时不定期的会把它挑出来。那详细的资讯会再跟大家做一些更新整理跟分享分析。好，那这个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是小编，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